你这个长相，你这个身材，你说你是处女座，我们不会相信。你要面对我，我在调位置呢，也不要站在正面啊。我让他知道，对，什么叫打屁屁 ？Who's your daddy？ 你怎么打？怎么打到骨头的声音？国光猎奇游戏挑战。哎呦，那你这套厉害哦，厉害，厉害。让你这个，让你，让你啊，身材好，让你处女座，对。处女座有这么妖艳的比较少见，对，少这么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这个长相，你这个身材，你说你是处女座，我们不会相信。为什么？早就换了吧。天凶应该是母羊座。天凶，天凶应该母羊座。我的那个才艺啊，手肘关节位移哦。但我觉得大家都会，可是我问过很多女生，都好像没办法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手，然后这样转。我去。很多跳舞的人会，什么意思啊？很多 Vogue 啊，就是这样子吗？就是你手要放平，然后把你试看看。因为我们通常手不是这样子吗？然后可是我是这样子，可以这样转过去。你看，哇，好换 Sunny， 你好像可也你也可以啊，可以耶，哎，就这样滚动，哎，他可以耶。哎呦，对吗？你看，真的好可怕。Sunny， 什么叫耳朵移动术？就我的耳朵可以往上面动。我发现蛮多人不行的。你别好，现在动，往上面动。哦，有，它是整个，很像那个神。那你应该，你上辈子应该是大象投胎。对，只有大象会这样。你看我耳朵那么大，我没办法。大家为了训练核心还有臀部的肌肉，臀大肌，然后就是互相打屁股，谁大声谁就赢。哎呦，那康哥要先示范，对不对？来，少女来站好。正好，开玩笑，我只是满足一下我的想象啊。他这样就开心了。来，两队派出第一组对抗。哎呦，桑尼跟希娜，希娜，哎呦，哎呦，就是你打他一下，他打你一下，看谁比较大声。好了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来，那你先，要先还是你先打他？他要先被打，哦，他喜欢先被打，好，喜欢 end 的。来来，我教你，来，你要面对我，这样。我在调位置呢，三个，三，你不要害羞，是真的。我在调位置啊。对啊，好。你一直在满足。也不要站在正面啊。没有，我在看机器。那你脸在说谎什么？你脸太好了吧？好了。小坏坏啊。61.8，好，61.8，来，攻守交换，攻守交换，没有，你要站这边，站，走了看，怎么搞？我刚头是低的哦，哎呀，没有，那你眼神往上掉，那你的头没有低哦，我说掉掉眼，拉链头了，对，来，66.8，上你是妈妈，66.8。是多了那个，好，叫声，后面多了啊。OK， 木木跟乔伦来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对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来，谁要先被打？我打你。好，来，来，好，木木自己这样哦。我跟你讲，你那个屁股哈，你要撅一点，然后让你的那个衣服是紧贴的，那个声音才会大声。重点是乔伦要大力。这什么啦？什么啦？你打蚊子啊？我不敢打他屁股。你就要大力，直接打，大力点，大力打哦！你看他屁股都撅了。对。48，好嘞，工作交换。你打，你打，让他知道什么是打屁股，你让他知道，对，什么是打屁屁。Who's your daddy? Who's your mom? 什么 ？Who's your daddy? My daddy.你怎么打？怎么打到骨头的声音？灌到肛门里，你就打猪肉一样。你屁股是什么？才这么硬啊？真傻耶！而且他刚刚那个力道是震进去，声音很闷，然后刚刚这样，对，隔山打牛那种。76，哦，我跟你讲，96，哇，好高哦，哇，两倍，铁屁股。
现在我开放一个名额，谁要让我打？打康哥，打康哥，康哥，康哥，我们要测试。哎，因为康哥最近都有在做这个深蹲，对，我有，我们要看，我一起打你。拜拜拜，我胜利。来了，我打 ，Yes， 我打你。张国忠，陈慧选。哇哇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很公平的。他刚刚打的时候这样子，他是这样，摸到幽门哎！而且我现在又把，但是你夹得很紧，拔不出来。而且他那只手是刚刚靠过鼻子。哎呀！